Not really. Do we take him from now, from holding? Yeah. Prior to shooting? No, you put him down once he's been fired on, and you just step away. And you take him.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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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Chance to grab that money, man. Tell the boss to come back. Bloody hell, I tell you what, somebody shoots me with this thing, I'm not fighting back. You feel like somebody hits you with a sledgehammer. Huh? 这把由国人自行研发的第一把电击枪，刑事局警备队长同样也是涉及教官的唐家人才刚拿到手，就进行测试，看看他两条电线有5公尺长，两端还有金属刺针，可以固定在目标上。平时是电击棒，加上这个方形的弹头，就变成电击枪。唐家人说，尤其适合对付没拿枪的歹徒。对象假如没有让我们执法人员有立即致命的危险，而对象又失控，包括酒醉，包括精神病患。 包括力大无穷的歹徒，徒手或是持棍棒的这种歹徒，我们都可以用这种东西让它在瞬间因为电击而失去攻击力。这把电压有10万伏特的防爆器，由国人自行研发，枪头两条电线，枪托可以用来充电，利用这个白色的电池雷管发射。长达一般电击棒电大腿，研发人员刘林燕说，这个防爆器虽然电压大，但电流却比手机充电器的两安培小得多，经国家认证，不具任何杀伤力。 电压虽然不管是到20万伏或30万伏，但因为它的电流量只有几个mA，所以事实上包含了对有心脏病甚至于有装所谓的心导管支撑器这些东西的人使用来着，都打到身上其实都不会，它只是产生局部性的自主神经的干涉的。这把由国人自行研发的电击枪之后，警政署也将全面采用，对付一般的暴徒。GTV新闻，石中人蔡金龙采访报道。 制服歹徒呢？你除用子弹之外，你还有更新的选择，就是辣椒弹。千万别小看这白色烟雾，因为它可是会让人呛到眼泪鼻涕直流的辣椒碱，而它的原理就是靠强大的瞬间激发爆出白色粉末。而这把枪只要透过更换弹夹，功能马上不同。 慢动作可以清楚地看见，既有2支电线的撞针正中目标后，3万伏特的电流立刻呈面状散开。歹徒想再挣扎恐怕不容易。不过由于射程只有3到5公尺，当目标超过2、30公尺，就必须换橡胶弹夹上场。这电枪弹它主要是在短距离之内让歹徒瞬间瘫痪。那如果面对到有所谓的众多的歹徒的时候，那就利用辣椒弹。 这是把3合1弹夹的电击枪，虽然业者信心满满，但还是要请刑事局的射击专家鉴定一番。准确度相当的高，因为我刚刚瞄的话，它误差超1点点而已。缺点的话，当然是它的射程短啊。这套由国内自行研发的电击枪，主要推广对象将是军警和保全业，整套定。 但上市之前，业者正在找自愿尝试3万伏特电流贯穿全身的人体试验者，酬金20000元，大胆的民众不妨一试。TVBS新闻王维忠信台北报道。 美国警察路边临检，民众抗拒，警察使出电枪伺候。 这种电枪正式引进台湾，威力有多大？带你来瞧瞧。两支弹正中目标，再按电源3万伏特的电流可以瞬间瘫痪歹徒。除了远距电击，还能打出强力疝气灯眩晕歹徒。如果换成辣椒红弹夹，威力更猛。 原以为白色粉末散开没事了，突然间风向改变，上前访问的记者全部遭殃。看来辣椒枪真的不是万无一失。想想如果用来对付银行抢匪，到时候可能只有戴口罩的歹徒醒着，行员都倒了。以上新闻，张记者李志瑞。